打卡第247天免费获得玉桂狗。云妹姐姐，明天我就要开学了，我以后不能每天来给你打卡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天哪天哪，我今天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有一位粉丝从2021年12月打卡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打卡了247天了。哇塞，真是太让我惊讶了吧，没想到他这么能坚持，不愧是我鱼妹子的真爱粉呀。为了表示这位粉丝的用心，我决定给他送一个玉桂狗皮肤，希望他以后可以好好学习。我现在就去给他赠送吧，搜索一下他的迷你号。哎，我发现我们还不是好友呢，我先加一下他好友吧。这么快就同意啦？那好吧，我马上就去给他安排玉桂狗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皮肤也太贵了吧，居然要468个迷你币，真贵呀！我猜大部分玩家应该都买不起它吧？你们说我猜的对不对呀？那就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但是为了我的真爱粉丝，不管多贵我也不心疼，赶紧去给他赠送吧。终于送出去了，恭喜这位小伙伴获得了一个玉桂狗的皮肤呀，希望你以后好好学习哟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都有玉桂狗皮肤了吗？